善姐明知道她是女儿，还要娶她进门当媳妇儿。哥，但凡好像羊水破了。产妇失去了意识，已经不可能正常分娩了，现在要马上做紧急的手术。你是说子清真的是殷善的女儿吗？你就用这件事威胁王母，跟她要了公寓吗？你还算是个人吗？做那种事迟殷善她也有错吧。产妇的状况非常的不稳定，如果出血还不停止，要切除子宫，不然会有危险。老天爷呀，给我爱，精彩大结局。